捕捉到我们每个人心目中女神的照片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以前面的好朋友先，啊，可以，我们前面的朋友要拍照的动作加快，动作加快。今天每一个我们的表演团队、表演团体哦，其实最用心的就是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来到现场当中，那最开心的就是大家今天从下午时间的陪伴哦，感谢大家。好的，前面的朋友 ，OK OK， 没有拍到的赶快把你的手举起来，因为待会我们即将要再度来到呢我们喊喊的时间，也就是我们爵士鼓的表演时间。左边的朋友，是的，把握时间，因为呢今天时间再过非常非常的快。来了，右边的我们摄影组的，摄影组的。Okay, 今天其实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哦，有些朋友是大老远来到淡水，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明天有特别请假的好朋友，住在淡水的好朋友都可以在我们附近走走逛逛，因为淡水也是我们这个台北最美风景之一哦。